特别注意这狗结构。狗结构，我们一个是多画速写，再就找点速写，找点这个参考书，动物的怎么画动物的一些参考书，去看一看。但主要要大量的速写。我们绘画的时候强调这个气韵生动、古法用笔，强调墨韵、水韵。那么这个韵呢，就是很多种因素组成的，不光是水韵、墨韵。有时候你画画这种对物体掌握那种成竹在胸这种果断性，都会造成一种气势。那么这很多种气势和熟练弄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韵味。在画整体的时候呢，就是很多种狗在一起的时候，或很多种物体在一起的时候，要考虑它们的连接性。看着好像这个墨怎么样，好像不是很理想，但是它整体来说它就是很好。它这需要一块重墨，那么这个墨这个印的还不错。